Hello， 大家好。咁啱啱咧呢一个 Gundam Online 就更新咗啦，今日。咁佢有个新嘅活动啦，就有一个嘅 G40 Gundam， 我就已经打够分拎到啦。我哋睇下啦 ，G40 Gundam 系咩嚟啦？啊 ，G40 Gundam 咧，佢两边咧都可以有嘅，即系红蓝军都有得用嘅。咁首先睇一睇先。哦 ，OK。哇，佢呢一个系对付盾嘅伤害会增加，然之后被回血嘅时候个盾回复量上升，系啦。跟住再睇下啲武器，啲武器就咁啊，呢一个头炮啦，冇咩特别啦。啊，光枪啊，光枪就两把，一把就普通型，一把就 M 型啦。咁啊，多数都会用普通型咁样 ，M 型实在麻麻地咯，我谂系。啊，330红咯啦，好特别，冇咩特别啦。跟住最尾啦。F 啦，仲有 F 型嘅 ，F 型5000攻其实都算几劲啊。咁 FA 应该依家都好少人用噶啦。精密射击呢一个系一炮就贵嘅枪嚟嘅呢把系高威力嘅光速高速发射系啦。咁啊被射中嘅话就会即刻跪地啦，1450跪地嗰个值喎，单值都几高下。咁啊，把剑就应该都冇咩特别噶啦，把剑全部都系吓冇咩特别把剑。咩叫连携攻击啊？唔知咩嚟喎？连携攻击吓，好似几有趣喎！呢个连携攻击，我不如睇下啦。呢个连携攻击应该够位嘅话，系啦，够啦，仲可以开多个位。咁啊，呢度13啊，俾两张啦，费事出事。好 ，OK， 其实都几型噶呢只嘢，佢唔知点解只眼有啲光喎，好似几劲啊，系好似几劲。咁啊，先解除晒啲嘢先啦。咁我多数2号位会摆剑啦，咁但系睇下佢摆唔摆到剑先。精密射击一定要有啦，系睇个款精密射击一定要有啦。跟住呢个连携攻击，哦呢、這个连携攻击冇得用嘅，咁就好，咁啊求其试一试先啦呢度。咁啊，率先试嘅当然就系 D 出力强化同埋呢一个嘅精密射击枪，我哋试一试佢啦。好，我哋嚟到啦，哇！呢个阿宝样，点解佢后面系多咗两嚿嘢嘅？咁啊，呢个普通 SA 咧都几快喎，呢个 SA 几快喎。跟住呢一支就系必贵嘅枪啦，系啦。好，然之后呢一支就系必贵嘅枪。哇，好快喎、啊！呢一下好快喎、啊，跟住呢把剑，好同阿宝原本个动作一样啊，即系有玩过蓝军、玩过阿宝嘅就知道啦。呢只应该就唔系最尾嘅呢支炮，我哋试一试先啊，搵条友试咗先。好，有冇人咧呢度？应该出面呢度会有，系啦，有啦。咁啊，先咁样先试。系啊，咁啊，即刻你见到佢即刻破咗盾啊，但系呢啲电脑佢就唔会即刻跪嘅，追唔追尾嘅呢只？啲嘢唔追尾嘅吓，红lock你见到头先红lock佢都冇lock到，呢个就追尾嘅 ，OK。咁即系话咧，如果你呢把枪佩戴呢把枪嘅话，你就要自己瞄啦，因为红lock佢就唔会中嘅。譬如咁样样啦，红lock佢就会射埋咗地下呢个位嘅。咁可能咧要自己再走一走位啦，譬如咁样，啊咁啊中啦，系啦，基本上就系咁啊，都暂时几好啊，支枪几劲。好，试埋另一样啦，之后睇另一把连携攻击系乜嘢咧？呢个系呢两个分别系咩啊？佢就话用嗰阵时候咧就唔会有一个嘅连携攻唔会有呢一个盾可以俾你装备。哦咁样，呢把系咁样连携攻击12 ，OK。好咁啊，再望一望先。系啦，对付盾嘅话咧，个伤害会增加；被回血嘅时候咧，个盾嘅回复率会增加。OK。下面嗰啲咩有效嗰啲咧，就系讲佢嗰个盾嘅类型啊。系啦，我哋再睇啊。OK， 呢度再试一试啊。好，呢度再试一试啊。咁佢呢一个咧就一刀一枪嘅类型。哇，咁有型嘅呢啊！
咁型嘅呢下，咁嗰把枪个意义系试一试先，我哋揾啲友试一试先，可以当走行路喎。但系佢八月就嚟改咗咯，格斗点会咁样行嘅条路？哇！咩事啊？呢个走位系，我哋望一望先啊！呢度有冇敌人啊？俾个敌人你。呢把咧，咁我哋又试下啦。咁呢把佢有刀嘅意义系啲咩啊？佢就系纯粹唔俾你挡啊！哇，呢只有少少似咩？有少少似 F 九一嗰类喎。我哋揾个人打下先，有冇人俾我打？一试下呢，哇！真啲俾射死我。超低攻啊！你见到得27啫，好，跟住试下呢只啦。哇，系都好似几劲喎，即系至少佢可以一下死喎。因为正常嚟讲咧，如果系普通咩轻型嗰啲咧，有机会唔死嘅，系啊，即系用嗰把剑。好，我哋试下啦，跟住就咁原地劈佢。好，去边啊？有啦，有啦，有啦，有啦。好嚟啦嚟啦，我哋原地劈佢，我原地劈系劲渣嘅。如果试下咁样咧，咁样可唔可以斩到佢？得喎，试下先。我哋试下用向后冲啊，斩死佢先。哎呀，斩错咗，唔紧要，我哋再试，仲有对手喺度，再试一试先。诶，系得噶，系得噶。可以在第二下的时候向后斩劈中人噶啦，试下啦再咁样，睇下先，睇下啲敌人喺边先，咁样斩，诶唔中，哎，呢把剑其实我谂都几劲喎，走路一流喎，好，我哋试下无意嘅情况咧，就系向前斩之后再正常就咁样斩之后向后嘅 ，OK， 我哋试一试佢嗰个范围系点样啦。假设我哋咁样行前斩乜嘢啦，行前斩乜嘢？哎，斩唔到佢点？斩乜嘢？哎，佢俾人斩死咗啦。OK， 我哋向前冲。我谂呢把武器多数都系用嚟行路用，或者系扰乱敌人嘅视线。哎，有啦有啦，有敌人嚟啦，我哋又可以试下啦。首先我哋咁样向前走，之后咁样斩，斩唔中啊？斩唔中。好。啊，咁都斩得中嘅呢度，都几有趣啊！咁样斩，跟住向后。啊，即系话表示咧，如果你冲过咗佢嗰个机体咧，你都仲可以咁样向后斩，斩翻嗰个人，你知几劲喎？我觉得呢一个格斗嘅武，呢、這个格斗嘅判定都几劲。因为好容易中到嘅啫，其实呢一下，尤其是啊呢一下佢咁快喐得，啊系金图冇得睇住啊，因为我未有得拎个金图，金图好似系要金图好似系200先得，啊金图要200先得啊，咁所以就未有得睇咯，我谂 ，OK。咁呢个 G41 迟啲再拍片俾大家睇下个实战如何。咁今次呢条片嚟到先，下次见，拜拜。